大家好，我是华为西点张老师。今天做手撕包，手撕包是我们每次去蛋糕店都能见到的畅销款式。首先我演示的是开好酥的酥面，两边对折，中间留点缝隙给它点醒发空间，放入六寸模具中醒发60分钟后刷蛋液，撒上杏仁片，入炉烘烤30分钟左右就可以喽。手撕包可以作为一款单独的产品进行售卖，咱们这里专业教西点烘焙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我哦。